我们现在来操作说明啊，这个整个这个 PERT 的面板呢是有中英文两个部分，英文和中文的。我们现在开机，我们现在用中文的来点击进入，打开密码，密码是38 36，按确定，然后密码也打开，确定，返回，然后进入。进入画面以后呢，有自动画面或手动画面，就这两个功能是你们是客户需要用的。手动画面里面呢，有一个就是滚子启动，就是我们两个主动轮在转动，点开它的话。另外一个就是这里面中间有一个是个自动，一个手动。我们要用手动的话，一定是要点一下把它变成手动。这边呢是刀架前进与后退。另外一个说，一个就是手动切割，点击一下它就自动切割了。那我们再返回来看自动画面，我们经常会用到自动画面的。自动画面首先要看的上面是我们先要建的手动的，我们点一下自动的就是自动画面。我们先要每切割之前先要回零，回到原回零。下面变到零点 OK 了，变成绿的颜色，那我们就可以调整上面的切割数字，就是说切割次数，就是你每宽幅，你整个一个宽幅我需要切割几次，那我就输上切割几次。那我现在比方说我要切割六次，好了，我输上六以后按确定，它就变成六次了。然后一个自动形成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整个材料我需要裁切的宽幅是多少。比方说我现在这里面是我要切3公分，那也就是30mm， 那我点确定，再点一次确定，里面就输进去是30了。然后呢我们再点击自动准备会变成一个轻按启动开关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再来踩脚踏，再进行下面的操作。